我会用比你大一点点。OK。我那个什么鬼勾的，没有内插就怎么样？这个拉不得，然后拉起来就没有了。那不是第二个信号？对对对，这个是被拉出来，一定要被干掉。他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。对，他不会给我第二次。哎哎，还有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太急了啊！要急什么？啊，要开咬了。我拉到几公分？刺激啊！感觉是大鱼哦，这种信号，这种慢慢拖的，跟前面那种小鱼、小屁鱼的信号不一样。为什么钓鱼很容易肚子饿？其实我在家待一整天都不会饿。钓鱼有运动啊？钓鱼动，动你的手，还有动你的心，因为要以击炸鱼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锅太小了。操！哎，刚刚那是，刚刚那是真的有像哎。那是整个像。那个没有，锅太小。给他吞钩啊！对。他不是我，是我拉。同样位置，
用起点。再来一杯。哎呀，我帮了。就是一直在等啊，就等不到大信号。那你大信号就浪费掉。你脑要紧呢？我要攻击人边边哦。当然啊，把那个刚那个高的搞上来。我哇塞掉啊！啊，好啊。那个也是整个拖下去那种，但是我运气比较好。麦铁蛮大只，哎，他嘴巴好小，我看，嘴巴比淡水还要小，难怪吃的那么屌。有了，输一，敢完全没有力，哇，几个？波拉的那一种。对呀、啊，我是鸡蛋很大只哦，哎，还是鲤鱼，哦，鲫鱼鲫鱼，我不知道，我看不出来，鲫鱼鲫鱼，这哦还是大只鲫鱼，真香啊！来镜头看一下，哎呀，哎呦，我感觉，啊你好喂。你二维，你二维，有拍到吗？有有有。哎，抓到凶手哎！你看大只鲫鱼是吃的就不一样，你看这小只的就差很多。他这只超屌的，我想到底要不要打？刚刚在他不要下单的时候，大概天能在交战了500万只。要装吗？要装吗？好，我看。哎，过头嘞！鸟啊，一直在等你，鸟都在等。这个，catch you。真的嘞！太强了，师傅！太强了，师傅！锁蛮紧的，
不好意思啊，让老大久等了，太抱歉了。